點啊？係嘛？好，各位晚安。我係油尖徑區重案組第一隊案件主管徐長督察。咁以下落嚟咧，我會同大家簡報一單喺前日，亦都即係2020年9月6日喺紅磡同埋油麻地發生嘅一單劫案。當中咧，受害人係俾賊人搶去價值超過160萬港幣嘅財物。咁喺案發當日嘅凌晨時分咧，受害人當時正係單獨咧喺土瓜灣落山道準備攞車。突然之間就有幾名男子出現，截停了呢個受害人，並且指佢咧係欠債70萬。受害人就否認啦，但係對方咧係並冇理會，強行係將受害人咧挟持上一架私家車上面，並且係將佢帶到油麻地嘅一間餐廳度講數。咁喺餐廳嘅裏面其中一名男子咧就手持住一把斧頭去指下呢個受害人，而佢嘅兩名同行人士咧就將受害人身上嘅所有貴重財物咧全部搶去。其中咧係包括一隻價值150萬港幣嘅手錶，咁賊人喺搶得財物之後咧就逃去無蹤啦。我哋油尖重案組第一隊接手調查，咁喺經過我哋多方面嘅情報分析啦，同埋深入調查之後咧，我哋係迅速咁樣鎖定咗兩部涉案嘅車輛，同埋與案有關人士嘅身份，並且係喺琴日同埋今日。在尖沙咀區咧，係分別咗兩名，分別拘捕咗兩名26歲同埋36歲嘅本地男子。而我哋亦都係喺搜查其中一架涉案車輛嘅時候咧，係揾翻受害人被搶去嘅名錶。被捕人士咧，而家正係被扣留調查。咁我哋嘅拘捕行動咧，仍然係進行當中。我哋唔排除稍後咧，係會有更加多人被捕。最後，我想喺度同大家講。行劫是一件非常之嚴重的案件，亦都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罪行。一經定罪咧，最高的刑罰是可以判以終身監禁。而我哋警方咧，亦都係絕對有能力同埋信心去打擊各類型嘅嚴重案件，將匪徒繩之於法。咁我今日嘅簡報咧，大約去到呢度。大家有冇啲咩問題？咁啊，兩名男子本身係咪相識嘅啦？佢哋嘅職業係啲乜嘢啦？同埋行劫嘅原因係啲乜嘢咧？咁兩名男子咧，佢哋報稱無業嘅，而佢哋係咪相識咧？有待我哋再繼續調查，要進一步去確認。咁佢哋行劫嘅動機，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調查嘅方向咯。咁
概，想問翻佢當時佢哋離開咗間茶餐廳之後，係分別使用即係兩架私家車去離開，係咪咁樣？係啦，有與案有關嘅人士咧，嗰啲賊人咧係分別使用兩架嘅私家車離開現場。同埋你透過啲咩途徑去追查到呢兩個疑犯？我想調查的細節就不方便透露，但是都是透過我們情報的搜集、整合、分析和我們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將匪徒繩之於法。還有本身兩名男子和一些犯罪集團有沒有關係，有沒有前科？這件事我想都不方便在這裡透露。還有當時茶餐廳那裡有沒有閉路電視？這個細節我都不想在這裡說。阿Sir，兩人的職業講唔講得？佢係報稱無業嘅，係啦。仲有冇其他問題咧？呢個我哋要進一步調查先知啦。好，唔該曬，唔該曬。阿曬佢啦，爺。好，你先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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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